基础保养，使用化妆棉，沾取化妆水擦拭全脸。化妆水主要是调理中和、保湿、收敛肌肤。均匀的涂抹保湿乳液，乳液能提供皮肤表面水分、油分，具有滋润的作用。最后，别忘了涂抹防晒隔离霜，保护您的肌肤。阳光紫外线是造成皮肤老化的最大杀手，因此需使用防晒隔离霜来保护肌肤，防止伤害。